我叫陈来文毛，今年14岁。车上的小朋友是我在玉树的藏族小伙伴。今天是来北京的第5天，我们准备去爬长城，也是我们此次旅行的最后一站。你这次去长城开心吗？开心。你印象中的长城是什么样子的？长长的。啊？长长的。现在我们已经到长城脚下了，来的是慕天峪长城。接下来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爬长城吧。我们正式开阀。给大家看一下长城有多长。我可以问一下你长城的历史吗？这一段的长城是万里长城的一段，整个长城呢，它起始呢是在呀山海关那一块的老龙头，延伸到什么呀？山区、平原，最后呢，经过咱们青海区，修筑是为了什么呀？作为防御工事。现在长城呢，明朝修建，保留至今。谢谢叔叔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城楼，现在在这里休整。你累吗？累。那你开心吗？非常开心。我第一次来长城，也好感兴趣。然后就不累。子曰，你觉得这里跟你印象中的长城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？嗯。山有石碑，错吗？没有这么好。我们到的是洞里面。差不多，我们就集合回走了。哦，好吧。这次爬长城有什么感受？感觉长城非常壮观宏伟。那回忆是以后你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回去写一个游记或者日记或者作文之类，把自己在这里的感受写到日记和游记里面。返程的路上，北京的东方突然出现了一道彩虹，我们的这段旅程也就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